哦哦哦！哇！他把油炸下去 ！Oh my god！ 炸到那个山面前哎 ！Oh my god！ 好棒、哦！看着它被消失了。但我跟你讲，这波 UZI 这样是要爆炸的。是啊，它这个线突然之间就裂了。线不爆，心态也爆啊！打个 BLG， 心态爆了也总有个东西会爆。我跟你讲，看这个天秀啦，这蛮屌，这蛮屌。看这场真的是为了弥补 UZI 的死亡，下得很近在 carry。UZI 那个头掉了之后下得很近在 carry。我跟你讲啊，你为他慌啊，他比你还慌啊。他打到那个球果那一瞬间，怎么就管不住这手呢？老司机 ，AJ 的位置好漂亮哦。AJ 要 carry 了吗？AJ 在干嘛？怎么可能 AJ 要 carry 了呢？哇，这个团真的是太令人惊慌了，他还能原地开大。我跟你讲，我真的不是在针对 AJ 啊，是他这个团真的是超乎人类的想象。我们在认真的看这个 RNG 的团到底是谁在送。我觉得他这波要勇敢。AJ 第一个啦，他运气不好，因为。他蹲左边是觉得说搞不好等一下对方会走这边上来，没有啊，他有眼知道对方一定走这边，因为他们这边看到人过来，那就是智力不好了。你看这就看到了，他还在三角草，那就是智力不好。你看这个地方他的那个视野盲区是蹲的好的，有没有？这边刚好没看到他，他刚好在，他现在在这个位置，有没有？他这个进场是有机会有空间的，没有没有，他要怎么进你知道吗？他应该要在他们在这的时候绕这里。那边被眼睛看到了，给他看啊！我给他看。你抓我，你不是掉巴龙吗？很 AJ， 抓我很 AJ 的打法。我是 AJ， 我走左边啦。我觉得这样好了，你给他的这个工作可能太难，我们换一个讲法。既然他没绕了，我们就照着他的逻辑思维下来想，他要不要再憋一下？因为赛恩已经很明显撞进去了，他等他们到这里之后，他从这边直接进场，他要不要再蹲一下？我可再都已经蹲这么久，就蹲久一点嘛。没有，我有个比较简单的，你用火箭包然后扭掉那个穗，哎，不就赢了？那个有点，那个不 A， 那不 AJ。AJ 就是 Amazing J， 如来子兔博之言，你那个不 AJ， 这句话可以知道 AJ 可做专有名词，也可做形容词。那个很难吗？你那个不 AJ， 没有对 AJ 来说应该就火箭包，然后飞这里，然后开大，滋滋滋，架住这个门，小狗就反打了，小狗接下来就会说 Nice AJ。我刚刚就说他应该要勇敢啊，他不是，他不是要勇敢的。是他们需要换个上路了。这场大绝跟上，这场最后面打完卡了，直接哭啊！当然要哭啊！一开始打那个球果，压力多大，然后他终于把他凹回来了。而且旁边 AJ 过来多讽刺 ，AJ 戳成这样子，然后拍他说：“别哭了，哎，我们还是赢了，嘿嘿，别哭了，我打这样都还活着。”我这场270还是要赢啊！然后就走，看他那个洋溢不住的笑，他那个笑意，你看 AJ 的脸有多爽。我忽然想到一个很尖锐的问题，那 AJ 换 Zip 你要哪个？不知道，我觉得他可以换咪蛋啊，我觉得体验差不多的、啊，但是绝对比这个不会送啊，绝对比这个不会送啊，我觉得一定都可以发挥的比这个应该看起来好一点，这个都差不多，我不会说好很多，我就是好一点，